开，啊 ，MS， 这是 SZ 的函数，啊，这个开嘛就是啊一零啊，或者是零一了。就之前这个写成这个矩阵表示就是 MS 二分之一的是一零，负二分之一的是零一，就这个。啊，那么括号上可以这样写。但是这么一来，那个 H 撇中上去就复杂了，啊，因为 H 撇里面有个算法，有个 S 减乘 L 的算法，啊，这个算法作用到这个破坏数上，当然它今天破坏数还没有发现，就是后面的。它的互相就耦合起来就非常复杂，那所以也就是说选这么一个离线的完全局，它们的共同本参数作为零级破坏数，啊，跟这个问题的性质不太符合，跟那个 H 撇那个里面的算法构造呢，啊，不太符合，也就是说不是说不能算，你一定要算都可以算，但是呢它要互相耦合起来，那么我们就不如去考虑到 H 撇这个算法的性质， H 撇里面有个 S 减乘 L， 那么这个零级进行破坏数应该取什么呢？那我们就应该重新取 H 零啊 L 平方，然后是 J 平方 J 级，取它们的共同本参数，因为这三个的共同本参数也就是 S 减乘 L 的本参数，那么这样出来的零级进行破坏数呢，就是所谓的 psi m l j m j， 就是这个，它的构造就是镜像破坏数 r m l， 啊，然后就是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这是总角中的那个本参数，所谓 phi 啊 l j m j。这个是 C 塔 phi 和 A 是 Z 的函数，就是我们以前讨论过兼职所谓总角动量的本能，就是 L 帮结帮结是一个共同本能函数，这成了一个镜像符号，这两个镜像符号的就是一回事，完全是一样的，能量氢原子物体里面能量就决定于这个镜像符号，跟后面有关，对氢原子来说 LMMS 都跟能量无关，这里的 LJM 也跟能量无关，啊，能量只决定 NR 这两个，啊，但是取这个离线量完全局以后，它们的共同本参数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也就是 S 减乘 L 的本参数，啊，对这个函数来说，啊 ，S 减乘 L， 啊，就等于二分之 H 西格玛减乘 L，S 不是二分之 H 西格玛，这个函数就是西格玛减乘 L 的本参数，啊。西格玛减乘 L 变成什么呢？它的啊本身值就有两个，一个是 LH， 那就是二分之 LH 方啊，这是减等于 L 加二分之一，还有一个西格玛减乘 L 等于负的 L。加一 h， 那就是负的二分之 l 加一 h 方，这个是减等于 l 减二分之一，啊，而另外 h 撇呢 ，h 撇就等于一个什么？是镜像函数乘上 s 减乘 l， 前面是一个镜像，这个就是我刚才写成一大堆的东西，啊。也就是说，这个破坏数
人家金花都不取得这样。那么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A 区撇的双股尊上去以后，那个 S 减乘 L 完全是得到一个本身值，它就不会改变这个符号数。那这是后面的一个今天符号数，先不去管它，就是西塔化 SZ 这个自由度的这个符号数，因为它是说电子总角动量的本身上说呢，它同时就是 S 减乘 L 的本身上，就 S 减乘 L 正常就不能去改变它，因此作为减平台围绕的在 NL 相同而截 N 截不同的那些个减平台中间，那么同一个能解 A 区人是同一个本身人，那么些 NL 是同一个东西啊，这样能解就定了。然后后面就结合 N 解有各种各样的数值，那就是减平台。现在围绕这个算法，在不同的减平台之间不能造成耦合，为什么？因为 S 减乘 L 增上去呢，得到一个本真值，这个方程就没变啊。所以构造成矩阵元的时候呢，又符合我们刚才分析的过的条件，就是这个围绕在减平台子空间当中，它那个矩阵元我们现在发现它是什么呀？把这两个不同状态之间的矩阵元围绕矩阵元全部等于零，这个矩阵元就指这个就指这个 S 减乘 L 的矩阵元就是这边如果是我光写那个 phi L 减 M 减这是打一撇这个后面是 phi L 减 M 减L 必须相同的，因为是同一个人，就是 L 必须相同然后结和结撇如果不同，这个就等于零，这个不等于零，只要结撇不等于结或者 M 结撇不等于 M 结，二者有其一就够，就是只要结 M 的这两个量子数前后是不同的，这个矩阵元保证等于零。为什么？因为这个双符尊重上去就变成一个本真值了所以这个本质上有增加性，这样必须左右是同一个东西才行这样呢又符合我们分析的那种最特殊的那种围绕现在这个围绕干脆它在减平台之间什么耦合都不能产生，那么只有一个平均值起作用了，那就是说这里随便挑一个状态计算一下 H 撇的平均值，就是能量的一级修正减平台之间的耦合被排除了，这甚至选这样的符号，如果选了上面的符号，那么这个不同的减平台之间的耦合就会产生了耦合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耦合的最后结果正确的离经符号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选上面的，那么各个减平台之间就要耦合，耦合的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变成这个以后呢再不耦合了所以嘛简单一句话就是说那个自旋轨道耦合呢像 A 区撇只要在这个括号数下面来计算它的平均值呢就是能量的一级修正，而这个平均值呢 S 减乘 L 有两种数据就是 S 减乘 L 最后有这么两种数据，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还有这个可塞 R 值，这个嘛总归是正的是吧？这个是就是
就是两个，一方、西方啊，然后刚性就是一方、二三次方，啊，氢原子嘛就这样，啊，单价原子当然就不是这样，单价原子就是 R 分之一 D 一 D 二，啊，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经相函数，这是一个经相函数，然后就在那个经相波函数之下求个平均值就行了，啊，那个平均值是定死了的。有变化的就是 S 减乘 R，S 减乘 R 呢有两种本征值，平均值就是本征值。那么一个是能级升高的，一个是能级降低的。上面的能级升高，啊，是正的；下面的是负的，但是上下不对称，啊，上下不对称。因此呢。这个结论就是除了 L 等于0的 S 态之外，其他的能级由于自相轨道和能的存在都是分离成两个， S 态能级不分离， S 态 L 等于 0， L 等于0就这个就是0， 所以说就是这样，如果这边是H 零的啊，这个能级，如果我们写一个这个是 H 零啊，如果这是一个 ES 的，然后是ASN 等于一了哈，就是在这里写 N 啊，就是一。这是二啊，然后这里再来三，不是等距离的，n 等于一二三啊，就是不考虑 h 零，包括 h 零，这里是。H 零加上 H 撇了，那把自相轨道函数考虑进去了。那么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没变，而且那就是相当于这个 L 等于零，自相轨道函数等于零，那这个零就没变。然后这个二的话 ，L 就有两种 ，L 等于一和零，是吧？刚才 L 等于和 0，L 等于0的就是 2S， 所以这个有一个是不变，啊，我们说这个画这个啊，这个是 2S，L 等于0不变，然后还有一个 2P，L 等于1，啊，2P 呢原来应该跟 RS 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啊一个 RP， 但是现在呢 L 等于1产生一个分裂，就是 RP 这个能级呢啊实际上是变成了两条啊，一个是升高了一点，一个是降低了一点，就上下不对称嘛，降低的更多一点，升高的少一点， L 等于1很低，这个幅度刚好差两倍，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二 P， 这两个能级都是二 P，L 等于一，但是节不同啊，这个呢是节呢是等于二分之三，这个节呢是等于二分之一，降低的节是等于 L 减二分之一。升高的也等于 L 加二分之一，所以原来的二个呢就是有一个 RS 一个 RP， 二 P 能级要分离，二 P 能级分离成两个，然后 N 等于三的也这样， N 等于三的有一个不分离的是 3S， 然后分离成两个的这个是
三批，但是还有一个是，这个太夸大了，三批少小一点啊，三批分裂成两个，还有一个三级，三级的分裂是最小。三体是 L 等于二 ，L 等于二，还是这个东西，但是，它 L 等于二的这个可算啊，这个函数的平均值会最小一点，大概是这样啊。而且是这个能级，我刚刚 L 啊，不，我完全是说了，这个 L 等于这个能级本身应该比它高啊。怎么说？在氢原子是一样的。好，对，这种话我讲。氢原子是一样的，氢原子不考虑自旋轨道五的那个三 s 三 p 三 d 就是一样的。然后自旋轨道五和以后就分裂成两个。那么这个就是。加粒子能级的本领，也就是你们在原子物理这个书上那个能级图啊，会发现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能级是跟第三个量子数有关系啊，也就是说，考虑了这一项自旋轨道五反应以后啊，由于 S 减成 L 有这么两个本领值啊，把这一项跟那个临界能量加起来的时候呢。能级跟量子数解有关系，你这个解等于这个和解等于这个，这个能级已经是不同的，那就说考虑了自旋轨道五和能，那么现在这个氢原子的能级呢，是取决于三个量子数，就是 N、L、J， 那其他的单价原子也是取决于。三个量子数 N、L、J， 但是能级的简并中呢还没有完全消除，为什么呢？因为 N、L、J 这三个定理后，那个 M 级还有二级加一种，就 M 级不同的数字能级还是相同的，因为这里反映不出 M 级了。M 级不同的对 A 级别来说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能级对于 M 级这个量子数的简并化呢，只有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消除呢？那就靠这个原子本身就消除不了，这一个孤立原子摆在那儿呢，它产生能级就这个。要消除 M 级的简并化，除非你把那个原子再放在一个外磁场里面，再加磁场。一加磁场，那么不同的 N 级又造成能级分裂，那就是这个能级再分裂成一组，好几个，这个分裂成一组啊，这样呢，就会很复杂了。就是具体说，拿二 P 来说吧，这个大概要分裂成四个吧，这个大概是分裂成两个，就是说，这样在磁场里面那个能级再分裂呢？那就把不同的 M 级能级全部分开了，所以说，用黎曼效应能够来鉴别什么？就是你只要使这个能级在外磁场里面造成分裂，然后把这个分裂的力矩测量出来，就能知道那个能级的结的数。分裂成四个，那么可见 M 级有四种，那结就是二分之三，二级加一就是等于四，从能级分裂成四个就可以知道结等于多少，然后从那个能级的力矩等等还可以算出 L 等于多少，所以说
这个疑难相遇呢，就是可以用了分析这个人际的性质。就是我们有一个孤立的原则，如果产生人际，这个 L 和 J 到底是几，你如果弄不清楚，那可以根据疑难相遇来把它弄清楚。当然，所有的原子光谱都已经经过了上百年的研究了啊，也超过了一百年了。那么所以说原子光谱实现一个研究的时候就很清楚了。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所有这些呢都可以根据量子里头来得到说明。啊，这个量子里头我们具体说就是围绕的啊，简并态非简并态都一样啊。当然对于原子能级来说基本上都是简并态。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简并态围绕的用处是非常大。通过这两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史达伯效应，一个金系结构啊。所以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把简并态围绕的好好品味一下，就是它到底它处理问题是什么关键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奥妙的地方啊？你如果体会出一些道理来啊，那么。碰到新的问题呢，就可能就有些办法。稍微休息五分钟。